看这两块音乐，看两块音乐，一个大头，一个小头，这包浆，你这跟哪来了？这家里小时候找出来，一直玩到现在。哦，那你这是来看真家吗？我是来想卖掉，这都算传家宝了，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？这不算啥传家宝，我是为了帮助别人，帮助俺隔壁的邻居小孩儿。这个小孩哦，儿特别可怜，现在今年有个八九岁了，就是父母都不在了，跟着他的奶奶。他奶奶年纪也大了，现在就靠种个地、捡个垃圾维持生活。那收入很低啊，应该。确实就是很低。然后嘞，我不是俺家里给他邻居嘛，我上网，他在用我的网线，有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特别卡，然后我就密码改了。第二天嘞，俺门口挂了几个鸡蛋，一些蔬菜，上面留了一个纸条，然后我感觉看了之后，他意思就是，叔叔，你把你的物业网密码告诉我，我要上网课。我感觉这几个字之后，感觉特别可怜这个小孩，我特别难受。那是嘞。当时俺父母叫我好好的学习，好好上学，我没有学，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高工资，没有高收入。现在的小孩，他这个小孩呢还懂事，还肯学，所以说我得帮助他，我给他另外拆一条网线，让他好好的上网课，知道吧？那你这个是好事儿。我这帮不了大忙，帮个小忙，不能耽误孩子学习，那是嘞。所以说我叫这个东西卖了，看给他拆条网线，啊，那行，中，你这个行为确实一个非常好的行为。我给你看一下你这个音源吧。你这个音源嘞，应该是通货品相。你看，这有磕碰、宣化伤，100多年的东西了，非常正常。但是嘞，你背面有一些瑕疵。你看这位置，带了很多伤、划伤，还有这些划伤，这都不是啥问题。最关键的是你音源编道上，你看你编道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少了一块。还带了一个小戳记，大磕碰，然后还有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话，主要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话伤是最大的。音源好评的话，无伤无损的大头，我能给你估到1200，但是像这个的话，我能给你收到700。然后看你这个小头吧，小头这上面有磨损，这有磨损，流动痕迹，通货品相无所谓，但是最关键的就这个位置，看到这凹进去有个戳。小头无伤无损的话，能走到800，但是这个的话只能走到650。你给的这个价格，我都转过几圈了。我想着你给的会很低的，别人都给我300，没想到你给的那么实在，给的价格那么高。300的话倒不现实，因为虽然说音源有伤吧，100多年的流通环境，它肯定会有伤，它会变一些质，但是不会达到300。这个我给您了，都是市场价，但是我听你这个情况啊。比较特殊，咱能帮帮点吧？我能每一块再给你加100块钱，毕竟咱挣钱肯定比老太太容易一些。是的，是的，这确实不假。我只能说，老板，祝你生意兴隆，恭喜早日发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如果啥时候有需要了帮忙嘞，到时候你管给我联系。中，谢谢你，老板。能帮帮点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好好。